通常情况下呢，我们的 PPT 它有很多的文本，比如说呢，我们要批量的替换很多的内容，比如说人的名字啊，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名字，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替换呢？现在我来教大家一下，快速替换文字的内容。吴彦祖真帅，吴彦祖是我的男神，彦祖彦祖英明神武。我们怎么把吴彦祖三个字改成冯祝龙呢？我们可以在这边来一个开始啊，这边有一个替换，你可以替换内容，也可以替换字体。我们替换啊，替换查找内容呢，你查找吴彦祖。好，我把它移开，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。好，替换为冯祝龙，你可以选择全部替换。哎，一共替换了四处，你看变成哎，冯祝龙真帅，嘿嘿，冯祝龙是我的男神。好，快捷方式呢，我们可以不用从这边来，我们可以快捷方式 Ctrl 加上 F 就可以直接开始替换了。好，快捷方式 Ctrl 加 F 一定要记得哦。